大来宾的时间啊，这位大来宾厉害了，搞去瓜，而且最近呢又要开他的演唱会，掌声的欢迎婆妈杀手李子深。哎，哇，还带三个礼盒来啊！哦，姐姐好，志豪哥好，长兴哥好，哎，子深，来这边。OK。哇。哇，炸雷安呢！好开心哦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来来，我先哦，来，等下等下，哇塞！啊，来得好啊，你这搞嘞！上集阿姐大阿伯，这是中秋，你先来上。很像礼盒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是什么嘞？是礼盒吗？你现在是追个薄纱赶快呢？啊，我们有分四个版本，四季，然后就是我们在去年的发行的。希望我用心唱的歌，拢会是你心爱的歌。现在买 CD 真的是收藏，所以很用心哈。阿汪蒙利哈，啊，你这张专辑听说都是翻唱歌哦。哦，我们十首歌里面有八首是翻唱。哇，你真的婆妈杀手，真的啊，八首啊，八首。你就恁来，李秀，对不？还有苦海如心凉啊，转进哪里去？哇，拢足经典的歌曲。对，这个算是有点像挑战女歌男唱。而且坦白讲，翻唱歌。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没有，因为他都是已经是耳熟能详，有那个既定的印象啊。他要唱出李子深的味道，哎，是挑战哎，不容易。对，别惊哈，阿兰的演唱会当时，我们是在7月8号、9号，哦，对，这个是我们的最终场在台中，就是我的家乡。哦，你北高开完了，对，回到台中自己，剩最后一场台中就对了，对，最终场。OK， 再来台中哪里？在 Lexi。台中 Lexi 在我们的 FB 会有售票资讯系统哦，所以拜托哈，你那不要用，都叫你出来洗洗，给你用起来，好不好？哈 ，OK， 好，谢谢红人帮，谢谢。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？今天要唱的这首歌是我们委托的亮哥帮我们制作，是词跟曲都是亮哥帮我们，算是写的很唯美，叫做《秋水望穿》。那这个呢，在中文来讲呢，它是一个譬喻的方法。秋水指的是眼睛，眼睛没有错，对。我应该不知道吗？没有，是终于有人懂他，终于有人懂他，对 ，OK， 对不对？哎，原来你们读书人赞赏彼此的方式是这样子哦，就是哇，对，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讲歌名的话，可能就是哦，就直接 Q 歌了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秋水望穿，我们用更白话文讲，就是望眼欲穿。对呀，好，我们来听歌好不好？谢谢，来，掌声欢迎。秋水已望穿，犹原为你